流行歌曲第一册106页，想要跟你飞，这是凤飞飞少有的这个国台语双声带演唱的一个乐曲。这个曲子注意107页第二行第二小节有两个临时记号，一个是升拉，一个是还原拉。因为同一个小节，你如果要做不同的一个变化，一定要把这个记号都写出来。好，我们来听这首。想要跟你飞。